大家好，我是小辣椒。大家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熊大。我是佩奇。今天我俩在一起踢球。哎呀，熊大真没有意思，不想玩了。啊，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。也是玩球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拿来拿来拿来，快回家球去啊！天天玩小球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大不大？这么大，这么大呀！对呀。哇，好高！哎，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球。对呀。这么多的球！呦呦呦，我的小球，小球哪去了？噔噔噔噔噔。听见我的小球响了吗？听见了。哎，还有开门的呢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二三四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辣椒，你看看糖糖姐姐猜的对不对？到五这就到五这儿，小球停住了，就代表它是得了五分。对。到一这儿停住了，就是一分。对。对吗？嗯。如果颜色还对应的话呢，就是翻倍。嗯，糖糖姐姐太聪明了。那糖糖姐姐，快看，这个还会闪呢。可真神奇。那我们先放这个吧。放一个试试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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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开门。哎，没开门，卡住喽。哎。就算是四分是吗？嗯，那我再放一个试试。面包超人，面包超人的肚子最大了。嗯，这个我好像这个不认，这个是戏子人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没关系的，动一动它应该会下去的。对，要不咱们一个两个，两个一起吗？嗯。哦，会不会卡住啊？不会的。哎，两个一起转起来好看呢。对，那我们。实验结束，开始比赛。对，我拿起几种球，然后开始一起放下去。然后你拿几？我拿了五个球，你拿？我有四个大球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可以放一个小球。好吧，哇、哦，一起放，卡住喽。我的四个小球一起放会怎么样呢？啊哦，下下下下下去啊！嗯，糖糖姐姐的球卡住了。哎，动了吗？动了吗？动了。哎，我来帮助他转转转转转转。哦，嗯，可能我们需要把它取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取出来呢？这是可以拿出来的吗？哎，有了，我们把它放倒，然后转转出来了，解救一个小球，转转。哎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把它转转。这回啊，我们可不要一起放了，一起放，它都下不来了。直接就下去了，哇，好神奇！哎呀，哎呀，哦哦哦，哎，扎到头了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小不点里面有什么吧。哎，我的小球为什么总能卡得住呢？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橡皮。
皮。小辣椒现在上学是不是还要用到橡皮呀、啊？对，那我们把它放里面吧。你看我这个小玩具里头也有，但是它下来只能是糖糖姐姐帮忙。看一看，小球里有什么呢？看，哎，有一个 Hello Kitty。那为什么你直接可以下来，糖糖姐姐就要帮助她转来转去的呢？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出故障？哦，一摔就亮了。有问题了，我要把这个球淘汰掉。不能参加比赛了他。他不能参加比赛了。那试试这个吧。小辣椒，你看，看这个也行。这个能参加比赛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白，你知道小球为什么亮的吗？我们练习已经练习了那么久了，来比赛了，开始。用这两个球。我们是两个球。谁先来呢？我先来。嗯。小球，小球，快快！我要五分，我要五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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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分。一分。一分。二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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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分。轻的放，它可能会掉到五分哦。三分。那这不对呀，糖糖姐姐先放的，所以小辣椒肯定是四分呢。吃亏了。那我先放吧。那你先放这一回。看看，看一看。一分，我来。哎，小门又挡住喽。二分，蓝色球对上了，翻倍。小辣椒，那刚刚糖糖姐姐这些球里面是有玩具的，我们两个。只能按先后顺序决定谁赢，就我们都赢好不好？好，两个玩带玩具的，一人两个。嗯，我们都有玩具了。佩奇，佩奇，我的玩具也分给你玩。里边有两个玩具。不，全是 Hello Kitty。糖糖姐姐有一个是大白，一个是漂亮的小公主。大白给佩奇，小公主是糖糖姐姐的。那。你的熊大不送给他一个吗？是他送给他这个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